主墨，主墨，你真要出征啊？嗯，当陆云锦的副将。嗯，我很担心。进宫连手都不让摸，还好那时候占了点便宜。只要你能平安的回来，什么都好说。真的假的？啊，对了，给我的。嗯。在找什么？看看这个针脚里面藏了什么情话啊。不正经，这样就不正经了。等我回来，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真正的不正经，好不好？你一定要答应我，一定要平安回来。好，我答应你，我答应你一定平安回来。楚墨。